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上清教主降尊硬闯通天诛仙阵第一集。哦，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大圣双鱼队。哦，为什么用这样队伍呢？因为这个账号没有双鱼，哦，所以只好用大圣双鱼。我，哦，现在来为大家测试看看。哦，首先一样，我们先把那只右边那只 K 掉。哦，大圣减伤有个要诀，就是尽量满血这样。哦，减伤效果会很显著啊。会比双双鱼还显著，只是说血量要补满倒是真的。哦，这一队我已经算好了，就是一定要吃石头了。哦，只是我们吃都多吃少吃的差别而已。哦，可以看到扣血之后被打就比较痛了。我靠，会累格嘞。哦，现在就是把技能除满。哦，尽量保持满血状态。哦，因为大圣的关系。哦，我的大圣跟奥丁 CD 比较长。哦，贝亚五夫也一样，也是 CD 十七。非常好，刚刚好。好，目前的话，先做一个压血的动作。哦，顺便我们可以的话，把珠子整理一下。第三回合了哈。
哦，骷髅头出现了。哦，压血已经达到了，哦，差不多就这个程度就够了，再压我也受不了了。哦，奥丁，这个是卡龙，再贝奥武夫。哦，基本上算过这个三只的攻击力应该还是不够，哦，应该还是不够，所以我用自杀式打法。哦，可以看到。我开的是水屋，哦，自杀式打法。这时候就是尽量把 combo 做出来就对了，尽量了。这个平民转租有些时候要尽量还尽量不出来。哦，不错，天降九息。很好一个自杀式，好，这个我吸力一定是弄不回来的。那我们就趁现在，我想一下，哦，吸力二，不建议打死他，哦，不建议，因为打死他我们下一次更难出击。因为现在攻击力肯定是 OP 的啦。哦，当然有的大大可能有把握不开水屋就可以过了，可是我算过的攻击力应该是不够啦，所以这颗石头我是一定吃的啦。哦，目标是吃一颗啦，目标。哦，水屋的技能已经关掉了。那接下来就是魔了。哦，一样，我们就是除掉满技。哦，记得哦，有大圣，所以我们减伤的玩法是保持满血。累个没关系。嗯，漂亮的累个。当然水屋有的人可以换别只增伤角也 OK 啦，哦，问题我的增伤角等级太低了，那个新的那只水的那一只攻击力太低了，所以算一下攻击力好像打不死第二关的，所以哦，所以我才带水屋上阵硬打就对了。反正我们要卡片有些时候需要一点投资的。
好，没有新珠，尽量把新珠弄出来就对了。补满血，大圣才有作用啊！好，哦，一样在尽量在 CD 的时候把它 KO 掉，这样可以争取一回合。残血，所以我这一回合先不做攻击，靠，没拉到，先不做攻击，哦，轻一点，好，哦，接下来这是20%盾，这个也没有说很好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攻击力不是很够。所以能打多大力就尽量多大力了，就是目标就是这样而已。三康宝，我那个新珠是故意留的，因为我要留下来补血。我下3004还 OK。但是如果没有满血的话，被打就很痛了。啊，断心，断心就危险，断心就危险。我们现在只能尽量做高康头出来，而且下去就骷髅头应该就出来了。哦，骷髅头越来越大，球大了我，看来要多吃一颗了。哦耶，两颗，断心没办法，这样队伍缺点就在这边。断心都还 OK 啦，一下打3004而已。
次 combo 就够补了。我靠！可以看到我刚刚 lag 了一下，我整个画面都看不清楚了。因为柱子跑到哪里，其实我已经看不到刚刚。可能要多吃一颗，因为刚刚那个 lag。哦，天降救回来。只要不断心都没有问题啊！差一点要断心，差一点点。这一关的话，我的打法可能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吧。我是开大圣来打。哦，这个是限单体伤害嘛？那我们就先指定他。哦，他攻击是最大。然后第二只的话，这个新转火 KO 掉。第三只这个武士减伤。啊，球大！靠，我没有水珠哎。不开不行，这时候小心不要做到全体攻击就 OK 了。好，然后我会利用最后这只来储技，把大圣再储起来。好，16回合，这个也是很硬的。这是各凭本事哦，各凭本事。啊，这22滴血，血量不多，除不到我可能下一关就要吃石头了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水珠要么不消啦，一消就是你就把它全部消完就对了。哦，有点痛哦。靠，消到水珠了，不晓得他不继续。靠，哦 ，shit， 吓死我！我要几回合？8回合，看来又要再吃石头了。好吧，吃就吃吧。哦，大圣减伤的缺点就是在这时候就很完整的表现出来了。不能打他哎！哦，这个要很技术性的斜转哎！哦耶！哎呀，还有几回合？6回合，这怎么撑啊？6回合，我建议在这一关就直接自杀好了。哎，不行哎，随便削都会中。为什么要在这关自杀？因为下一关太危险了，吃三颗了哈。下一关太危险了，还有5回合，什么凹啊？我好像全部都会攻击到哎。打就打吧。
好多，所以大圣如果满级会比较好啦。是三颗了哦。哇，又要再吃了。五十减伤害一只技能嘛。这五十五滴这打不死。三十八滴的一样结果。所以现在就是自杀式的打法就对了啦。好吧，反正都要自杀了，就随便吧。四颗，好，第四颗要吃下去了。第四颗。要再多吃一颗，他奶奶！好吧，因为我们没有满级，这个就要自己承担了。哦耶！好吧，第五颗，希望这是最后一颗。破防，十八盾，好一个十八盾，好吧，慢慢打吧。他吸第一的齁，哦，没有卡星都没问题啦。才讲完就有卡星，是故意的人。我又没办法，这个这次限定的队伍比较要求比较严苛啊。目前五颗嘛，哦，这只还蛮好打的，这只就是你就一直尽全力打它就对了。为了避免他第二连击，我们会扣血扣太凶，所以我可能趁现在就赶快扁他了。我靠，又那个是怎样？有点抓痒哦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面对现实的时候了，我们来挨挨看这一下会不会GG掉哦。
来吧。哦，还好四千多，那就是可以慢慢打的意思就对了。又在累格，不要再搞我啦。哦，现在就是做高 combo 为主要目的啦，然后把你的除了水珠以外的珠都绿一绿好了，你攻击力不够啊。这个六系攻击力还打不太动。一定要这么巧就对了。嗯，还是中。我可能要在这边无限循环了。抓羊的一集啊！看来我们要换个方式。哦，因为这样打太耗时间了。还有时间怎么解决呢？来，先看一下这个双鱼。哦，双鱼要看几颗的话，一定要这样弄。五颗哦，五颗再撑一下好了，因为这样打太耗时间了啦，所以我可能要开双鱼，然后贝奥五夫一开 OK。先不要开好了，大声破防，因为我怕一次把他打过头啊。哇，不用怕打过头啊，哼，我没有输出啊。哦，总之就是用大声破防打，这样讲比较快。啊，其他的时间就是绿出你要的珠，哦，水珠啊，啊打不会痛。哇，刚抓到绿又把它弄掉了。水珠啊，不要乱消啊。
他记得满血，我现在没有满血，所以可能要舍弃率做一个动作，不然他现在轰下去不知道扣多少血，会有风险。我们不要拼那个风险。我靠！哦，由于我现在缺水珠，所以有点慌了，所以赶快把自己的珠珠全部消掉了。缺新珠啊，不是缺水珠，我讲错了。要补满血。哦，攻击四肢啊，补血为主啊，不然这一关你会继续掉。哦，大声跳起来，先把血补满再说好了。发现绿珠不是很好绿，但是四回还蛮长的。啊，这回我们再做攻击输出就好了。尽量转双鱼就好了啦，这三只的话 CD 比较长，我是建议先不要急着转、啊、不过六十几万的血应该开始可以，可能可以偷转一下吧、啊、希望不要一波被我秒掉，可是我没开奥丁应该还好。OK， 哦，差不多一半左右。狗一定要靠大圣，不然这样打不太动。节省我的硬碟容量了没有？决定我们还是简单一点好了。补满血之后，我就开始除 CD 啊，这样比较快。先让他打一下，然后补满血。哦，下一波再来爆发就好了。哎，不够哎。
哦，刚威力还蛮大的，所以我决定用个贝尔五步就好了。但是卡龙就不开机了。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跟我预估的差不多。现在就是先补满就对了。哎呦，没有满哦，要小心哦。没有满的话就要小心。有时候差了一点点就GG。哇，九康博他会扣血，所以没有大圣不行。又在那个，不要再来了，好吧？没有补满呢，没有补满就把它补到满吧。先补满血再说吧。差不多了。哦，差不多补满就可以了。这时候我不打算开贝尔五夫或者是卡龙之类的，欸，太危险了。哦，没有，这个血量还蛮漂亮的。最好看可不可以这一回把它 K 掉，啊，破防不容易啊。这时候出多一点水珠，我们那个双鱼要留着。
才讲完了，我就把它消掉了。看这样可不可以把它 KO 掉？去死！漂亮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好，这只很难搞，这只啊，压血吧，先压血再说。压血之前先。先尽量消它血量，能消多少就是多少了，好不好？当然我们有可能这样不知不觉就把王 KO 掉，是最好的。你看他打三五七七而已，所以只要每回合都能补到血，应该都不是问题。假如啦，哦。哦，不要卡这颗，应该是还 OK。靠！突然卡了一颗，我真的有点出意料的。哦，变多了。然后卡猪给我卡了一个，我有点傻眼的，那个猪啊。哦，血一直都有点补不回来，这是蛮危险的状况。好耶！不要断心哦，太刺激了！断心我就刺激了。这四 combo 有点危险啊，说真的，四 combo 这样补太危险了。我现在断心这个打起来应该最刺激就是现在了。靠，那个是什么猪啊？哇靠！我真的不记得是什么猪。哎呀，舒服，鸭血。好，这个其实我的目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做一个鸭血的动作。哦，水雾开下去，哦，置之死地而后生打法。哦，大圣要记得破防有没有？虽然说防御力只有550，我们还是要破一下。这时候千万不要风化珠卡到我要的攻击主导阵。好，试试看，非常好，一半的血量，一半的血量，好，第六颗了，这时候水雾就解除了哈，现在把一些杂猪滤掉，
有水珠、新珠就可以了。那就等于是边除技边绿珠的意思。哇，这个卡住我过不去了。不过连四康博是蛮危险的。哦，五康博就还蛮稳的。刚把补满不是问题啊，啊，不能断线倒是真的。不要断线，不要断线。我现在没有爆发了，断线我心真的会断。靠！两combo哦，我哭了，我哭了，真的，完全的断心，好吧，这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，这个是一定要死的。没有天降星珠就杀死了，第七颗，哦，这个虽然说这一对有机会打，可是吃运气吃太重。我还要储多少？储多久啊？哇，危险！又断心，我还没奥丁，你要我怎么压血？奥丁都还没出来就要压血，太过分了吧？好吧，双鱼开下去，反正补不回来了。哦，这个女水雾这时候千万不要开，因为等一下爆发他才有技能可以用。哦，现在尽量争取血量。哦，第八颗。风化柱还真的蛮影响我的，那风化柱那边我转不下去了，靠！转在我要的位置上，不要这样嘛，转过去就给我停在那边了。哦，又来，你要这样搞吗？骷髅头是还没出现呢，啊，不过我心目中已经出现骷髅头了。好，哦，压血压得漂亮，这时候又是我们该爆发的时候了。看看转几颗，六颗够用了。其实 这都是在我的计算之内，记个头啊！计算破防，这次一波带走，看看可不可以，不要被他搞到，倒是真的。
哦，真的被他搞到了，真的被他搞到。我的爆发居然累格一下就 GG 了。唉，算了。我觉得太拘泥于这个风化珠真的是会把自己卡死啊，还不如随心所欲一点转好了。哦，卡珠直接转，没错吧？所以卡进去。你骑在那边跟他耗。两康宝，好了，第九颗了。刚刚的爆发真是，我真的是吐血。卡西吗？有卡西，一定要这样吗？好吧，猛吃啊，猛吃就对了。哦，再给你断线一次，怎么转就是怎么断就对了。时刻了是吧？悲剧的时刻。不要再断心了，有点功德心好吗？哦，这对断心的话会死得很惨，这个看得出来。还有四回合不让我撑呢，就是一定要我吃石头就对了。还不到压血的时候。那我苟延残喘一回合。哼，又一回合，可是这回合没有压到血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自杀自杀。这时候金已经是用自杀的打法，不然把技能开下去，等一下双鱼转的也不剩，转的那个水柱不够多啊，很可惜哦。刚刚那一波爆发如果没有雷格，应该是有机会的。六康宝他还是给你断心呢，看来他知道我在用魔队了。压血，
这次不要再来了，希望不要再给我搞累格了。再搞累格下去就翻脸了，真的。好，终于，奶奶的，有够辛苦的，十颗吧，后面五颗好像是多吃的，差不多吧。后面如果刚爆发的话，当然、要看一点运气啊，看他风化腐蚀在哪边了、啊，这很难说了。哦，自己忘记吃几颗了哦。这个等一下看完录影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哦。这个大圣双鱼吃屎的打法哦。以上。硬闯通天，对我很硬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